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明若小溪主演曾沛慈。大家好，我是曾沛慈。李小溪，加油！瑞希是我同乡，欺负他，今天碰到我。笑不像一般的综艺，除了表演段子，还可以上天入地，遍尝美食，偶尔出小风和帅哥来个亲密接触，这个部分我是非常喜欢的，我也非常的期待哦。今天呢，要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也就是我的新戏。明若小溪。对，我在里面饰演的就是明小溪哦。这部戏呢，我演得非常的开心，在剧中和很多小鲜肉打成一片，甚至打出了真感情。接下来欢迎两位小鲜肉，也是我的好兄弟上场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Evan 马振环，我在《明若小溪》中饰演风间彻。那个明小溪蛮可爱的，也许是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只想替浩南道歉而已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开诚，在《明若小溪》中扮演东浩南。我呢是金艺会的副会长东浩南。谢谢啊。接下来这件事情一定要听好，请关注湖南卫视，每周二、周三晚间10点，《青春进行时》剧场。明若小溪，等你来战。好啦，那接下来要进行我们都爱笑。吴海龙，今天我要跟你一决雌雄。想不到啊，马一心，这么久你还是追到我了。看来今天我俩的恩怨就在这一战之中抵消吧。好，今天我就跟你分出来，到底谁才是天下第一。来吧，来吧。等等，你为何如此气喘吁吁啊？啊，不瞒你说，我从襄阳一路赶到此，还没有休息。没关系，没有大碍。来，决斗！等等，我这个人决斗诉求公平，你这样的话，我简直就在欺负你，这样不公平啊！你稍等片刻。啊！吴海龙，不必啊！吴兄，想不到你果然是追求公平之人呐，佩服！我在现场跑了一圈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吧，来吧！啊，等会儿，来，你是不是那个吴海龙？行，你们干干干！
两年前，吴某人以内力震碎了你师傅的胳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那我们两年的，对，你们这是口齿吧？来找我报仇是不是？啊，想替师傅讨回一个公道，拿回他的胳膊。好，没问题，拿去吧。现在挺满意了，走啊！二位留步，我要和他在此比武。你们打断了他的胳膊，我们就不公平了。打断我一条胳膊，那我们这个……你们不用多说，他欺负了你们师父，你要报仇是吧？师父在哪儿？那边，有什么特征没有？手里拄蹦白白拐蹦棍儿。对，稍等，白胡子老头。啊！住手！哎，哥，哎，你，哎呦我，你，哥，哥，哎，哎呀，下去，哎呀，哥，走，等一下，他是那条胳膊，打错了，你，哥，哥，哎呀，你，哥，哥。哎，好了，走。龙兄，我也是个公平之人。马兄，你现在双臂尽断，而我还留给你其实完好，这样绝不行。那你要？龙兄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公平了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决斗嘛，一定要公平！来，吴海龙，娘子，在这干啥呢？我在这儿干啥呢？比武，打架是吧？比武，娘子又打架呀？比武，这么爱打架呀？真的是在比武啊！我说你打架就打架，两个胳膊去哪了？啊！刚才比武那个什么，我不小心弄丢了。丢了！你要不要连你脑袋丢一个？娘子啊！不要娘子，不要！我告诉你啊，吴海龙，听好，我今天要休了你！休了我？娘子不行，娘子我爱你，娘子。娘子，媳妇儿。相公，相公，我来了。我休了你，现在你我形同路人，滚！相公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回家给你做饭去。你我现在没有关系了，你给谁做饭呢？滚滚滚！相公，你胳膊怎么没了？我带你去。你不要管我，你跟别人过去吧，去。不行，行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爱上别人了，你快走，走走走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您留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我不方便啊。我们两个现在一起了，我们就一起过日子，再见。相公，就当我这次啥也没看见，我回家给你做饭去。我休了你，你别回来了，别回来了，你也滚。走走走走走。娘子，娘子，我舍不得。马兄，现在我俩受的伤一样了，来吧。为何做到如此啊？来吧，来。龙啊！你们来了，我们来帮你了，就是他吗？我觉得恩怨不光是咱们两个人，应该是家族之线，从此以后划清界限。现在我的家人全来了，你这动手吧，走。我的兄弟们呢？哎，马哥，我来了。马哥，我等你们半天了。这样啊，我跟吴兴要在此决一雌雄。但是呢，我讲究公平，他来的两个兄弟已经那样了。你看看我，明白什么意思了吗？这有棍儿，来自己了断。我好样的，真是好兄弟。马兄，你这是为何呀？这是为何呀？啊！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做轮椅生意的呀，这是我们新打造的一批轮椅呀。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家人？你也没早说呀。是啊，好了，算了，咱们两个人的决斗跟别人无关，你们快走吧。再见。那你们也先回去呗。
夫人，你该怎么说的呀？五舅，你那俩轮椅卖吗？冲咱们这关系，当然卖了。去吧，兄弟，一会儿我买单。我还谢谢你呗。真的是误会了，真是何苦啊，马兄！真是害苦的我的两位兄弟。马兄，咱们两个人的决战，还是不要把别人拖进来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马兄，我上了，我上了，来，滚！我们爱像宝镖，烦恼大声尖叫，快要疯掉。我们都爱笑。奶奶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给你讲个故事。从前啊，奶奶，奶奶，爸，奶奶，我是正品呀，这么坑您孙子。奶奶，您在做什么呀？奶奶呀，在磨这个铁杵。古时候不是有句话吗？叫只要功夫深，铁杵啊也能磨成绣花针。可奶奶，这铁杵这么粗，什么时候才能磨成绣花针呀？所以啊，奶奶呀，今天要给你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有关于坚持。坚持。对，从前有一只神鸟，它的名字叫精卫。它被大海所淹没了，精卫非常伤心，它决定报仇。于是它就捡起那些不大不小的石子啊，准备填满整个大海。它就这样一颗又一颗，从南填往北，从东填往西，就这么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停地填呐、填，填呐、填。终于有一天，乌鸦终于喝到了瓶子里的水。我说奶奶，你是当我……哦，对不起，奶奶，其实我没有怎么听懂。多么坚持的故事啊！明白了吗，孙子？我不是特别明白，您要不再给我讲一个吧？我知道了，你还没有明白。奶奶再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它也有关于坚持。坚持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后羿射日》。从前呐，天上有十个太阳，百姓是民不聊生啊，庄稼也是颗粒无收，过得很是疾苦。这时候出现一位民族英雄，他的名字叫后羿。他决定要用他手中的神弓啊，射掉天上的九个太阳，来拯救百姓。这时候他要射出最后一箭了，终于射下一只大雕。回家给蓉儿做鸡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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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奶奶，你是不是啦啦啦？那奶奶，这个故事其实 我就知道你还没有听明白。嗯，奶奶再给你讲一个故事，有关于
坚持啊，又是坚持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啊，叫《愚公移山》。从前有一个老翁，巨山挡住了他家前面的去路，于是他决定，他要敲开这块巨石，打通他家的路。他一个人不行，就叫他的祖祖孙孙一起移开这座巨山。他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不停地移着巨山，终于到了这一天，嘿，干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别好，再跟我扑扑棱棱，我就要念咒了。哎呦，师傅，莫念咒，莫念咒啊！师傅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师傅，跟为师去西天取经。哎呀，好啊，师傅。就这样，这个老翁劈开山石之后，带着三个徒弟去西天求取真经。一条船。奶奶，你真当我傻？啊！奶奶，你到底说你这重点到底在哪儿呀？坚持啊！那这铁杵到底怎么成了绣花针的呢？哎，奶奶的重点。奶奶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按孝牌铁杵，石头碎了，它也绝不会变成绣花针。哎呦，奶奶，时间到了，该回家吃药去了啊。该睡觉了。吃药。睡觉。该吃药了。上次啊，我梦到啊，你呀，变态奶奶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明若小溪剧组的明小溪、钟浩南、冯坚策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要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就是爱笑镜子屋。如果你身上有武功，会功夫的话，你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环节，你会更加有底气呢？我觉得一定会的，叫来武的我不怕，因为我可是身怀了一些些的绝技呢。所以呢，我都不敢惹他。平时那郑环，他有他的武功来傍身，那你呢？你会什么？我应该就是用我的笑容来面对一切。笑起来是会暖男。暖男。对。好，那郑环你就用你的笑来保护我们的小溪吧。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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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捉妖师来了吗？捉妖师，马大人，马大人，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！我的这间密室啊，总感觉妖气重重，快帮我查一查。好，好。呀呀呀呀！这个香蕉就是妖物啊！这个香蕉就是妖物。让我来收服他。让我来收服他。呀呀呀呀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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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哎呀！啊啊啊啊！嘿嘿！啊啊啊啊！嘿嘿！哎！让我来收服他。
我来收服他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不客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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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客气。马大人，他已经没有妖气了。马大人，他已经没有妖气了。捉妖师果然是厉害呀、啊！这样，让我赏你5个铜钱吧。这是梅饼吗？哎。喂，喂，我忽然想到，他可以做一个铜钱剑。我突然想到，他可以做一个铜钱剑。来，来，把我的法器给我。把我的法器给我。我恨你，对呀。铜钱剑，你少一个，你少了一个，五个，我给你耍一套，你看一下啊，我给你耍一套，你看一下啊，哎，哎。哎哎哎哎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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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控制啊，控制，控制啊！马大人，我就把这个铜钱剑赠送于你。我就把这铜钱剑赠送于你。放入怀中吧。放入怀中吧，还有我的呢。我怀里也没那么多地方，先放着吧。哎呀，捉妖师啊！就这两下子也证明不了你的实力呀、啊！哈，没有实力敢叫捉妖师吗？没有实力敢叫捉妖师吗？接下来我就为你介绍。接下来我就为你介绍我的小人符。我的小人符。好，起！起！主人，主人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主人，主人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最近你修炼有什么成果呀？最近修炼有什么成果啊？我修炼了一套仙法，他怎么打我都打不到。哦，是吗？哦，是吗？是的呢，主人。是的呢，主人。啊。哦。那你演示给我看一下吧。那你演示给我看一下吧。你，过来吧。你。过来吧，那我就来了。对，哎，慢着，看着，慢着，慢着，我在这儿说的慢着，慢着，我在这儿说的慢着。
开始吧。开始吧。好。好。对。对。好。什么？什么？我居然打不到。我居然打不到。你为什么打不到呢？你为什么打不到呢？因为他。因为他。左手右手都是慢动作。左手右手都是慢动作。祖爷祖爷。祖爷祖爷。就让我们一起来给你表演一个小节目吧。好。好。当当当当有请。当当当当有请。哒啦啦啦，何姐，何飞，有请。我们是三个人哦。我们是放脚上，放脚上，脚。对，我怎么可？我们是，啊，我知道了。你等等，我们是三个人哦。好了，行了，有完没完了？来，出来，不是，你出来。你啥玩意儿啊？你拿出来，你把那东西给大家看看来，你这是啥呀？你自己摆摆看看。这叫什么呀？啊，这哪是小人服啊？你这不是侮辱我智商的吗？那个、你先下去吧。行，那我们四个就先走了。什么？走啊，走呗。那他？啥？别说话。这边这四个还没下去呢。好呗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走呗。走吧。走吧。马大人，马大人，刚才我只不过是跟你开了一个玩笑而已。看到这个了吗？看到这个了吧？我家世代祖传的罗盘。用它之后就可以看见哪儿有妖气。我给你展示一下。看，有反应了，来了！哎呀！是有台风吗？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，范围之广可以说极为少见。有台风吗？您已偏离航线，接下来请按本罗盘指示。请掉头，按照你的罗盘指示走。穿越了。往前走5步。请罗盘用标准的普通话。请往前走5步。前方有坑，请跳跃。好的，继续往前走2步。走。对喽，走就对喽。又有坑，请跳跃。有坑，请跳跃，哎，对，有坑，大跳，哎，好的啊，我冷静，你也冷静啊。现在请掉头。
继续往前行驶两步。前方有隧道，请匍匐前行。匍匐前行，对，往前行驶两米。哎呀，有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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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跳跃。有隧道，好，请掉头。继续前进，前进啊，前进。请正常行驶好吗？这样很危险，对。啊，现在需要掉头，再掉头。掉头，掉头，往一个方向掉头啊！掉头怎么会往右的，对吧？对，掉头，掉头，掉头，掉起来！哎，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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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！对，你现在很美啊！掉，继续掉，继续掉，继续掉，哎，继续掉，好。往前走，直行。你看到前方有一个中分的男子，他就是有妖气的人了。把那个腰带上来。这腰好时髦啊！你这个腰，害我这么累。没错，他没有做啊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妖。收了我吧。好，那我就收了你。好，那我就收了你。我将你收入怀中。我将你收入怀中。收吧，我就是那个妖，把我收入怀中。我收你啊？没错，我很苗条的。你干嘛呢？啊？你干嘛呢？啊？让你把东西给人家，你收什么妖？排练是这么排的吗？不是，你要干什么？赶紧把东西给人家。啊，那个是这个是这个才是这个的。完了你还。太实在了，没有。哎，下去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怎么还是觉得你是个骗子？你说你会那么多降妖的法术，那我还说我也会呢。哦。哦。我这有一个降妖针。不如你展示展示给我看一下。不如你展示展示给我看一下。好。来。哎。那个摇头尾巴晃的妖怪，好，叫我，叫我，叫我吗？叫我吗？啊，我不是妖怪，我不是妖怪。哎呀，在那站好了，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捉妖针怎么用。好，好。这个捉妖针要分别放入怪物的嘴中、口里、腋下，还有脚上。嘴里，腋下，切记，每根针上都有标识，放在固定的位置，不能放错啊！我看看，我检查一下，到底放没放错？检查一下，啊，不会错。对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没错。接着，接着，接着。啊！接着，检查一下错没错啊？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错没错。呀，这个标识我蹭掉了。你自己放还是我放？你放，师傅。
啊啊啊！这俩就随意了，非常好。只要把捉妖针放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会现原形。嗯，我没反应，没反应，没反应，没反应。他真的有反应了，他真的有反应了，没有反应。接下来我为你展示的，接下来我为你展示的就是捉妖带，就是捉妖带。停！走！看我！你说上这里边要干？你说是上这儿的？哎。来我的法器，来我的法器，现原形，现原形，现原形！你多好！现原形，现原形，现原形！这个法器重量还是不够，换另外一个法器。法器重量还是不够，换另外一个法器。现原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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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原，现原，现原形。现原形，现原形，现原形。我们可以看这边呢，就是成组进入的收腰带。这个收腰带也是有机关的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先踩上，踩到底下以后，然后把这个板子撤掉，撤掉以后成组就会从这儿，从这个地下出去了。你趴下，你趴下。哎，现原形，现原形，现原形。他现在已然现了原形，他现在已然现了原形。让我把它取出来看看是什么东西，让我把它取出来看看是什么东西。你不要出来，你不要出来。别找了，你的芒果就在这儿，这就是你的芒果，来吧。啊，对，它的名字，英文名字是芒果。原来是个芒果精。原来是个芒果精。你要把它捧在手心呀。你要干什么？原来是个芒果精。干什么？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干嘛干嘛哟，芒果精在说话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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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小芒果精，嘿嘿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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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踩你，我踩你，我踩你！踩你怎么了？踩你怎么了？不服是吗？不服是吗？我还扒你衣服呢，不是，我还扒你，我还扒你衣服呢，我还扒你皮呢，我还扒你皮呢！哎，你别扒我皮啊！别让我皮！别扒我上衣啊！别让我上衣啊！啊啊！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我不仅扒你皮，我还咬你呢。我还咬。
来，把芒果药收了吧。好。好。耶。耶。捉妖大师啊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个骗子。哼。哼。我真的不是骗子。我真的不是骗子。你还说你不是骗子？在我的下面有两个捉妖网，如果你不是骗子，你就踩上去。如果你是骗子，这个网就会自动收起来，你敢不敢？不敢，不敢。我敢。我敢。让我踩到这个十字花上。让我踩着这十字花上。来吧。来吧。不会就真的把他们吊起来了吧？好，看我的捉妖网，起！捉妖网，起！捉妖网，起！我就说你是骗子吧。对呀，哪有什么妖怪？告诉你，这个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妖怪。你这个骗子，骗人的。一会儿我们还录后置，你是下来录还是在上面录？那不如你上来吧。啊？来。要不你下来吧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来，放下来。放下来。哎。哎呀，给他放下来吧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我说往下放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你是小马吗？你前几天用那只神笔救了我们。那是神笔，帮我画，咻咻咻，帮我画，帮我画，帮我画，这什么东西？这能卖吗？我们爱笑，逃掉烦恼，大声尖叫，快要疯掉！我们都爱笑。爹，儿啊，爹，儿子。爹快不行了，爹！爹在临走之前，要把我最珍贵的东西留给你。爹，就是这支笔，这是一支神奇的笔。啊，我知道，爹。你画什么就会出现什么。啊，我知道，爹。这是您马良给我留下来的笔，爹，我自己没事偷偷用过。但是爹，我得跟你说，我不会画画啊。啊，那你会画什么？我就会画大饼。自从我这只手坏了以后，我就没吃过别的。爹，委屈你了。儿子，爹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告诉你。爹，你说，我听着呢。爹，我爹把笔传给我了，但是我又不会画画。哎呀，你说这村里的人来找我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是小马吗？哎，你好，我你是？我叫马马，不是说来话长。啊，以前你爹用那支神笔救了我们全家。哦，我听说他去世了，特别过来拜祭一下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我爹的灵位在那儿。我刚刚满脑子只想冲过来，没什么都没有带。不如。你用那支神笔帮我画三炷香，啊，是这样，我现在我不会画画，我画的不特别不像。三炷香很容易吧？应该就是。哦，那我试试吧。嗯，我试试看。试试吧。哎呀，三炷香是吗？长度要一样哦。哦。
像不像三支香？好像只像三根棍子。要不要上面有点火啊？有点火是吗？来，来点火，来点火。对对对对。我试试啊。这怎么了？这能拜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这个话，快拜，快拜！哎，我的天哪！爹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忘。谢谢你那天帮助我们，我们永远不会忘。挂着灯，先告别。那行，先告别。你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再见，妈妈大人。爹，我不会画画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孩子无心呐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真是。瞧，哎，曹叔。老妈走了，你就节哀吧。是是是，实不相瞒，这次来呀，有事相求。啊，这王地主他不是收租了吗？啊，哦，你知道我们家条件，这交不起，这200两银子，我们家吃不上也穿不上了。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画个元宝。你是这样，曹叔，我画画不好，你让我画那个金元宝，我画不出来。这吃不上饭了，你就帮我一下，我求求你。那行吧，曹叔，你告诉我那个元宝怎么画？是怎么？元宝很简单啊，就是下边画个弧就好了啊。元宝不就是半圆形的弧吗？半圆形的弧是吗？哎呀，谢谢小马，试试啊，谢谢。哎呀，曹叔画不像，别怪我。哎，你看我就说我画不出来吧，曹叔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啊，哎，曹叔，你不能玩弄我吧你啊？你这小马你不是你一个弧，我就哎呀，不弧很简单吗？不是。你看下边一个弧啊，上边倒过来一个弧，元宝吧，元宝你没见过。好好好，曹叔，我再画一下啊。什么？你怎么？这回应该是了。像多了，这回应该是了。哎，这金帽子好像挺面熟的，我戴着啊。曹叔，你看我就这水平，我只能画出来这些东西，怎么办呢？铜钱比较好画，我给你多画点铜钱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好。了这样啊，行，200两银子是200贯，200贯，一贯是1000，20万贯，20万钱，20万钱，对，20万钱，20万钱，我给你画一个铜钱。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哎呦，19万9999，哎，19万9998。哎呦，19万9999，这得花到什么时候啊？20万个，曹叔，这样吧，那个你先回去，我自己想想办法，我自己又给你到时候画点别的，画个大象啊、牛啊什么的，到时候你再。真是，曹叔，我行，哎呀，委屈你了，曹叔。那我等你啊，你快点啊！行，哎呀，真的是，怎么办呢，爹呀、啊？我都对不起你，哎呀，真的是。哎呦，王财主。小马。哎呦，王财主。哎。坐，哎呀，您来我家真是蓬荜生辉。我喜欢蓬荜生辉这个词。你也知道，我呢是村里爸啊。你知道咱们村谁是老大呀？王财主。来，以后这个乡谁是老大？王财主。以后紫禁城的皇上。聪明的小鬼，你也知道我家财万贯，妻妾成群，要啥有啥。那王财主，你来这儿有什么？啊，实不相瞒啊，小马，我怎么会停止追美的脚步呢？这回来我来找你呢，是希望给家里添几个家眷。家眷？对。啊，就是画。给我来4个美女啊！王财主，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，我这个画功力，没问题啊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临摹就好，貂蝉吸食昭君。玉环，啊，来，你照着临摹就好啊。家里那几个老娘们，哎呀，真的是。你想好了吗？要点新鲜感，来吧，啊！我相信你肯定会画好的，画好了我会重重有赏啊，1000两，一个1000两，有钱就是有钱。王财主，你可想好了？哎呀，小马呀，我也不会。你当年你爸的画艺真的是。栩栩如生，我真的是迫不及待了，快点啊！还挺像的，就这样吧。王财主，哎，画好了，画好了是吗？啊，来，我看看我的四大美女，来，出来，四大美女按顺序出来吧。
王财主你好，我是貂蝉，我来自黑龙江。财主好，我是西施，来自黑龙江。财主好，我是昭君，来自青岛。相公好，我是玉环，我来自河南。这玩意儿能养活活吗？能，王财主。哎，你别看他们这个，他们才艺特别多，快给自己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自己。你会什么？我啥都不会，但是我啥都愿意学。我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不用学，我教你。那我不更厉害了吗？我这会。行，相公。对，干嘛呀，小马？啊，我想给你帮我添几个家眷，你这是要骗我们呢？哎呀，没有啊，财主，我跟你说，小马，你是要坑我呀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咱俩那么多梁子，我从来没提过啊。当年你爸给我爸画艘船，然后后来画了一条浪，我爸就再也没见着他呀。这么多年我啥也没说，我一直压心里头，你这整着这么几个玩意儿，你说你想干啥呀？王财主，你怎么了？我跟你说了，我画的不像，画不好，我画不好，画不好是吧？你给自己画媳妇儿，你能画成这玩意儿？你看那什么玩意儿？那是你。我来自黑龙江，王财主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我爹把这根笔传给我，是让我用它救苦救难，别人需要什么，遇到什么困难，我就画什么，它是让我帮助别人的，我没用它给自己画过一个大房子，没用它给自己画个金山银山，为什么？我知道这根笔是干嘛用的，它是用来帮助别人的。反观你，家财万贯，万顷良田，妻妾成群，你还是不满足，你还要四大美女。我觉得这四大美女特别适合你，她们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能照到你内心的贪婪。她们挺好的。小马，听你说完这些话，我觉得她们好美啊。是吧，娘子们？相公，我爱你们。我们也爱你，我们也爱你。跟我回家吧，来，相公。小马啊，你也到岁数了，为自己考虑一下，用用自己的魔力。来，好吧。啊，等一下，小马，谢谢啊。哎，控制一下。王财主，你看你说的。像我没替自己考虑过一样，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你干嘛？刚才我都听到了，你给人家讲道理，你还说你自己不自私，还说人家自私。当年你把你自己的妻子画这么美，你看你给人家画的，难道你忘了当年你画我时候的笔锋了吗？相公，我爱你。最自私的就是你，讨厌，讨厌。相公，我饿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吃什么？吃饼。我喜欢。我们爱小宝宝，烦恼大声尖叫，快要疯掉。我们都爱笑。欢迎几位来到爱笑黑羊屋啊。你好，好说好说。你好，好有压力，太高了。好，换一下，站到这边啊。一样的。几位呢？是第一次来啊。算了，要搓就搓到底吧。大家之前看过《黑暗屋》吗？看过，看过。然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印象最深就黑。印象最深就是那工作人员从那个机关出来，就自己找不到路回去，然后就啊。走了。哪是门啊、今天估计你们也会找不到路啊。几位平时怕黑吗？我害怕光，我害怕亮啊。我睡觉是不能有灯的，我等一下进去直接睡。哎呦，都是有备而来啊。然后这样，咱们先进去看一下里边什么样的。好，我们就进来看一眼啊。好，当当
明白啊。然后多吃的耶，可以吃吗？你们的注意力真的是平时怎么公司对你们不好吗？饿到。时间有限啊，我简单观察一下，记住了这个脖子里的方向。那当你们两个注重吃的的同时，他在量这个这儿到这儿有多少步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走了有几步？我不告诉你。我来数一下。我们两个步数不一样。好，你可以走了啊。好。哎，哟。小心一点，你们摄影机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黑暗屋马上开始。化妆舞会即将开始，主持人薇薇对服务员曾佩慈进行最后的培训。佩慈，来了哦。来了。等一下，哎呦呀！把外面的门关上。这门怎么关？这门怎么关啊？开呀、啊！哎呦哎呦！来来来，进来进来来，哎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拉我？老板，来。对、哎。等一下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什么？老板。哎。哎，放手。好，正经。你是一个专业的服务员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在所有的宾客面前，你的姿态特别的重要。是。所以在化妆舞会之前，我决定最后的再培训你一下。好的。作为一个专业的服务员呢，一定要单手托着托盘，然后把托盘里的杯子呢递给顾客们，对吧？对。现在高举你的手，我就要把托盘放到你手上了。高举啊？对。这样啊。你可以适当的再低一点。哎，老板，你看得到我吗？哎，啊，记住啊，杯子千万不要倒啊。上面有杯子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别动。然后你光有杯子不行，你肯定要给客人倒酒，对吧？是。来，你的另一只手。来。好，来。好，现在培养你的礼仪姿态啊。是。来，缓缓的走。走。走。老板，我有点晕呐。不晕呢？你有客人叫你倒酒的时候，你就不晕了。服务员，给我来杯酒。好的。光说好的去啊。啊，稍等我一下啊。啊，那个，客人不好意思，您的名字叫什么呢？服务员，你看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哦，好，稍等我一下啊。想要白酒还是红酒呢？哎。客人，服务员，你又去哪儿了？我在这儿。哦，我在这儿，我就来哈。快给我来一杯红酒。好，红酒是吧？哎，客人您还在吗？您还在吗？我在这儿。好的，等我一下啊，快来。好。我觉得佩慈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继续录用你了。好的，老板，对不起。太让我伤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。行了，你赶紧的吧，你那个锻炼一下姿态啊，一会儿人家两位那个参加舞会的嘉宾就全过来了。好的。这样就行了。好，我锻炼。现在两位男嘉宾进场，选择化妆舞会的面具。啊，可以进了，我已经把这个房间里边情况全都摸。哎，马总、徐总，然后只要找到吃的，欢迎光临。吃的就好。欢迎光临。就是很阳光，所以进去拿个房间就会亮起来，所以就可以。Let's go。把外边门关好啊，两位老总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刚才两位老总在外边没少聊啊，我是听的是一清二楚啊。哎，外边老总、我闻到了酒味儿，在这个方向。什么？是。这个不重要啊，沙发不见了。哎，沙发在哪儿？喂，还在啊。哎，董，您第一次来，你怎么能了解这么清楚呢？对不对？这样啊，两位老总啊，今儿咱是化妆舞会，面具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快点挑一下来。一共两个，咱扮上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东西。哎。帅。
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是个兔子。两位客人好帅呀。既然都已经扮上了，那咱们呢就简单的啊，除了化妆之会，还会你，你肥龙吧？我什么？这样啊，那咱们舞会就开始吧，好不好？放音乐，走。哎，来，走。오빤 강남 스타 강남 스타 오빤 강남 스타 강남 스타 섹시 레이디 哎呀，二位也是跳的不，哇，哎，好累吧？来，这次给二位倒点酒。啊，好的。来，来。来杯酒吧。哎呦，好。您这面具要实在难受就摘了吧。哦，好。客人啊，那个要不坐一下吧？不坐一下吧？谁一直在摸我？到沙发吗？等一下，干嘛一直摸我？No No， 没有，我摸的绝对不是你。怎么了，佩慈？你拿着你的酒杯吗？两位客人坐一下，我到沙发吗？对对对对。二位，哎，走走，这边很适合。哎，可以，可以坐，可以坐。我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呀？别！舞会的压轴环节拍卖即将开始，微微为各位嘉宾展示拍品。好，来，佩慈，嘿、hey 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氰化瓷。来，坐坐，来坐坐坐啊！哎，当当，这位置挺舒服的。这个氰化瓷呢，就是清朝非常有名的一位妃子叫郑桓。怎么说呢？这位妃子亲自的用它。上过厕所。哦。坑谁呢？别你确定这不是一个痰盂？啊，这么说好了，那个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发现今天特别的燥。我就坐这个青花瓷上面。行，你愿意坐你就坐着啊。佩慈。哟，老板。告诉大家它的底价，然后呢，按大家进行拍卖啊。好的。好。底价。啊。一千万有没有？好，一千万一次，一千万零一。客人不好意思啊，每次加价200还好。一千万两次，有没有客人要喊价的？好，那就一千万三次了。成交！哎呦！恭喜镇环喜得镇环之物啊！拿去，我都用过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拍卖的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二件藏品了，就是什么呢？第二件藏品就是这个百鸟图，几位好好的来看一看啊！各种颜色、各种鸟类，栩栩如生，在做什么？洗澡的、梳头发的、化妆的都有。里面究竟到底有多少只鸟呢？就是刚好那100只。好，那其他它最特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佩慈告诉他们。啊，这鸟会化妆啊，鸟会化妆啊。那鸟化了一个什么妆啊？晒伤妆吧，晒伤妆吧。啊，晒伤妆。跟流行啊，嗯啊。那好，告诉他这幅画是谁的作品？这幅画就是王菲的作品，王菲的作品。哦，哪个王菲？就是画晒伤妆那个王菲。王菲的作品啊。对，就是夜太美。好，告诉他们底价，然后进行拍卖。佩慈，这幅画呢，不如500万，可以吗？哎呀，一千万一次，一千万两次，有没有客人要喊价的呀？我没钱了。一千万三次成交。佩慈，我们倒酒庆祝一下啊！哎，太棒了。老板，等我一下。会是有钱人呢。哎，来。拿着你拍到的展示一下。行了，别拍了。啊，
掌柜，骗人了？我骗什么人了？看看那都什么东西？不是很值钱吗？百鸟图，多少钱买的？1000万。行了，别拍了，咱开灯检查，开灯。看到吗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百鸟图，称100。好客气，100。佩慈之前让他看一眼那个屋里的时候，出去回头跟我们说一句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你们都给我记住。”然后你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小心点，你们相机小心点。哎呦哎呦！来，进来，哎。等一下，谁拉我？老板。啊，自己都没底气了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说好举行的时候，我把那个酒杯放到你上，然后发现完全够不到，你举的超级高，你高举啊？对。这样啊。这样啊，你可以适当的再低一点。哎，这个我一摸我就知道是个痰盂，我再一听，我们用的尿壶，它是这种材质，所以我一弹它那个，哦，我懂了，所以我那么熟练的坐上去了。站！我做不到。暗笑，暗笑。好好玩的玩具枪啊！啪啪啪啪啪啪！妈妈让我回家吃饭了。Movies。爱笑。事问娘娘的环节了，问嬷嬷。嗯，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什么疑问，有什么困难，就给娘娘写信。嬷嬷，娘娘会一一帮你解答的。我给你念。
和相公结婚十年，为了他能安心为朝廷效忠，我每天在家洗衣服做饭养儿养女，根本无暇照顾自己。渐渐的，相公开始嫌弃我人老珠黄，身材发福，每天回家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现在我们一星期都说不上两句话，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。你说这女人呢，生命是厨房的，金钱呢又是家庭的，时间又是老公的啊，只有色斑和皱纹是自己的。哎，这也不尽然，娘娘。这女人也分三六九等的，那失败的女人跟成功的女人就是不一样。哦，成功女人会比较傲娇一点，你眼前就是个例子。来，给我讲讲这个例子。你有那时间听例子，你先回答人家的问题。你记住，女人呢没事要多减减肥，多健健身啊，投资一下自己。你记住，又有钱又有貌的女人是不愁男人爱的，对吧？那没钱没貌的呢？我说的是自己的观点。你观点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观点不对，那没钱没貌怎么办呢？下一个。哎呀，你问嘛，帮人家呢。最近流行一个有毒的桃子，对他许愿一定会实现。前天收到了我妈送我们的施华洛世奇项链，昨天爸爸送给我一匹汗血宝马，今天爷爷给了我2000两银子。皇后娘娘，你也赶紧跟桃子许个愿吧，争取早日皇上能回到你的身边。这个我的妈呀，真的是，你不感谢爹妈，不感谢爷爷奶奶，感谢桃子，是他养你大的吗？哎呀，那转一下又不会少块肉，那万一真灵了呢？你那叫封建迷信。还这怎么就上升到封建迷信了？那很多许愿的有许愿池啊，有锦鲤啊，有空白格子，这些都是别人想达到自己愿望的一种手段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呢？迷信，这就迷信了。对，其实皇后娘娘，我也有为你好的时候，真的。什么呀？疼你的吧，我给你画了一颗心，这颗心呢，祝愿你跟皇上呢能早日重归于好，你对他许愿一定会灵的，试试。刚跟你说完这是封建迷信啊，怎么还没完没了呀？再说我跟皇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去一边待着去。不要算了，下一个。我婆婆60多了，总喜欢穿年轻人穿的衣服，什么阔腿裤啊、鱼尾裙啊、高跟鞋啊，比大姑娘还爱美。和她一起出门买菜，村里人都盯着我看，丢死人了。怎样才能让我婆婆打扮得像个正常的老年人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正常老年人什么样啊？你婆婆那么年轻那么阳光，哎呦你就高兴去吧，多好的老太太呀。哎，娘娘，咱俩站在统一战线了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我就觉得岁数大能穿出时尚特别好，我就是老来俏啊。而且现在老年人穿的时尚很漂亮，不信大家看。非常型男啊，一点不比年轻帅哥长得差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就说吧，你婆婆呀、啊、年轻阳光有活力，打扮有朝气还健康，帮你省了医药费，你呀、啊、就偷着乐去吧。就是我告诉你，容嬷嬷52了，活得跟62一样，你看怎么了？哎呀，别这么说，皇上一直说我是女孩。对，皮蛋还想脱血呢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每次都拿皮蛋说事？你又不是你换妈跟我提皇上啊。皇上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干嘛呀？那你话呢？你每期都这样说，麻呀？什么麻呀？容嬷嬷，我好崇拜您呀！您给我签个名吧。哎、你要记住，看书。不要看他光鲜亮丽的外表，一定要看到他的本质，明白吗？想当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辛酸生活呀。我懂您啊，像我们这种人呢，太过于美艳，浑身上下散发着妖气，时时刻刻的遭人嫉妒。等等，我是妖精，你是妖，不一样，所以我可以独揽圣爱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这是妖做不到的。看得出来，您这本书呢，就写了2个字，孤独。您虽然统领后宫，但是您形单影只；您虽然独得圣爱，但是您至今都没有名分；您虽然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但是呢，整天被皇后欺负。对，但我有
我有皇上。是的，你有皇上，但你也只有皇上。可是皇上呢，却有后宫佳丽3000。你懂什么？我懂什么？你只是个不懂爱情的小姑娘。我不想跟你狡辩，走开。我有友情，我有闺蜜，比爱情更天长地久。什么是闺蜜？闺蜜呢，就是有共同的语言，共同的爱好，我们腻在一起呢，有一个小圈子。可是男人就不一样啊，他有可能把你抛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了闺蜜在一起呢，每天都是多姿多彩的。姐妹们，我们可以拍美美的照片。我们呢可以交换喜悦。好好好好好。我们呢可以交换礼物和交换首饰。我们就是闺蜜，我们就是姐妹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我有皇后呢，我们在一起30年了，我有皇后。皇后呢只拿你当奴婢。不是的，她就是我的好闺蜜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能把 Peter 带过来，我们就承认你们是闺蜜。嗯，好，一言为定。Peter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哎呀，别娘娘，别喊，别喊，容嬷嬷感冒了难受，别喊。怎么了？哎，皇后娘娘，你说咱俩在一起都30年了吧？哎，咱俩天天都腻在一块儿，多好。哎呀，我都烦死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说，那多好啊！咱俩拍张照片庆祝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不拍。自拍，自拍，咱俩自拍一张。自己拍一照吧。自拍，拍一照，去，上那边拍去，离我远点。妈呀！我自己拍。与闺蜜分享喜悦，让喜悦加倍。哎，皇后娘娘，我跟你分享个事儿。哎，容嬷嬷干嘛呀？说话就好好说话，别离我那么近。这不交换秘密吗？跟你，你知道宫内这两天有一个王爷，他老追我，但是我感觉吧，就是各方面他不是我喜欢那种。哎呀，容嬷嬷呀，有人呢能娶你就赶紧嫁了，别将来剩下啊！你看你真是，天哪，咱这么多年好姐妹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那我怎么嫁呀？我又不是大叔控的，王爷都30了，我天哪！哇，你都52了，人家没叫你阿姨就不错了。容嬷嬷，你想啥呢？啊，你看看自身条件，我的妈呀，你可真是，哎呦！闺蜜之间可以换好多衣服，还有首饰。皇后娘娘，您这衣服都穿了几十年了，我估计你也穿腻了。你不是一直说我这衣服好看吗？我也觉得你这好看。哎，咱俩换着穿呗，款式都一样。干嘛呀？咱换着穿。干嘛？你先把这，怎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是不是啊？要政变一步到位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要干嘛？不是，这不是好姐妹，咱们交换衣服怎么了？谁跟你好姐妹啊？再说了，你看后宫，我为你打理这么多事，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是不是？你处理不了事，我来帮你处理。就连皇上，那不是我手把手帮你照顾出来的。你要不说这事儿，我心情还挺好。干嘛呀？你要干嘛呀？这不是交换心得吗？你怎么？我跟你交换什么心得？你走吧，不想看着你了，出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慢点。啊什么呀，这什么也没有啊，什么你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奴婢要求您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能不能把皮特借我2天？我想让皮特陪我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不可能，那我的左右护法怎么就给你了？就实是。你干什么呀，容嬷嬷？有用就。Peter 给我。就2天，我就还给你。给我拿来。求你了，就借2天。你
妈呀，就借两天，什么都我不给，反正今天我就拿了，不给了，你射死我吧，你射吧。我只给你三个数，数吧。三个数不给我马上射了啊。数吧数吧，三二一，给。完了你。给你吗？还我 Peter， 我还不稀罕呢，我告诉你，不给拉倒。哼，一天呢什么都要抢，什么都要争，再抢一抢后宫都成你的了，真是的。哎，我鲍勃呢？鲍勃呢？给你，不稀罕，快走走啊！滚开那种。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把鲍勃还给我！嘿。难道我这一辈子就不能有一个闺蜜吗？哟，容嬷嬷。为你，我攒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韩公公，做我的闺蜜吧。啊！这样，咱俩做好闺蜜，咱们交换礼物。我把鲍勃给你。然后你把你的笛子送给我好不好？哎，不是，哎哎哎哎，抢劫，抢劫了！哎呀，抢劫了！难道我就真的不能有闺蜜了吗？王子陈浩民惨遭毒手，脚踩高跟鞋与穆婷婷共舞。男友蛋，哪吒科技研发最佳男友蛋，陈浩民亲自上门帮孵蛋，跟一模一样。哪里哪里，哦！陈浩民盼望岳父悉心照顾。穆婷婷引领齐跳复健操，快起来！精彩不断，爆笑不停，就在下周四晚，我们都爱笑。